九王爷，说说吧。臣遵旨，屠龙会被剿灭，包拯乃是守宫之臣，王太后恢复包拯原职，并已予褒奖。 鲍爱卿，你是三朝元老，宦海多年，臣服本就无常，想必你也不是重名利之人。太后明鉴，君子家国天下，不分在朝在野。此番屠龙会一案既已了结，包拯本该返乡不问朝廷之事。不过， 剿灭屠龙会，有功之臣甚多，此案已经了结多日，不见朝廷加封褒奖，此举似有不妥，请太后恩准。太后，九王爷，包拯分明是居功自傲，逼迫朝廷和太后 封赏他的嫡系，他这算是臣子所为吗？口是心非，利欲熏心之人，此人断不可留在朝中。不依之人，妄评朝政，还敢说什么不妥？此人必须严加申斥，否则朝纲不稳呐。鲍爱卿，太后，臣有本。哀家还没有说完呢。九王爷急什么？ 赵毅，恭迎杜大人。杜大人随后就到。功臣封赏之事，包爱卿就不必再费心了。至于爱卿之进退， 官府的人，走。王爷请。大人委屈了。包拯求之不得，
何谈委屈啊？本王派王府的侍卫沿途护送，大人不用推辞。哦，盛情难却，多谢王爷考虑周全。好，包拯就此告辞。大人一路保重，请王爷留步。九王爷，太后饶命啊！太冤枉了，太冤枉了！九王爷，九王爷，救命！太恩了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王爷！太恩了！参见太后。外边这些大臣，杜文武死了。太后，臣剿匪无方，屠龙会残党死灰复燃，罪在臣一人身上。哼，怪不得人家都叫你九贤王，把一切罪责都揽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你担得住吗？臣请旨督办此案，不将屠龙会残党一网打尽，臣甘愿一死以谢天下。好吧，谢太后。二哥，坐。你看，怪不得太后不准包大人官复原职。斩！难道是屠龙会死灰复燃了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她就是范月婷，范月明的妹妹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二哥，你月婷，你先走。二哥，五弟，韩伟的死，如果真的跟屠龙会有关的话，那么与范月明毫无关系啊，因为范月明那个时候已经被抓了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！爹，我都在家闷了这么多天了，我想出去玩玩，散散心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，出去别惹事儿。您放心吧。混蛋！哪儿的人呀？你都敢动？爹，这不咱家地盘吗？我动个宫女又算什么？
慌什么？讲。洪大人父子被杀了。各位先生，今天呢，我老霍再给你们讲点咱们开封城的新鲜事儿。说是新鲜事儿啊，可是个大事儿，就是非常可恶的这个屠龙会，他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我们的皇宫大内，而且他还生生的把我们的洪太后的哥哥，还有他的侄儿，给这样了。这俩人是皇亲国戚呀，在皇宫内院太后眼皮底下被杀害，这洪太后可是真生了气了，赶紧他把九贤王叫来了，对九贤王是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然后呢，洪太后又下了一道懿旨，又让九贤王以当朝第一王爷之尊来兼任开封府尹，听起来是个好事儿，因为开封府尹他是天下第一官，可现在这个开封府尹可不是这么好当的了，就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屠龙会，他们又卷土重来，现在可以说是步步惊心，一步一险呐。屠龙会总舵主被斩，可谓是损失惨重。可是为什么说卷土重来就能够卷土重来呢？不外乎有两个原因。其一，屠龙会虽然遭到了重创，却还有某个重要的使命尚未完成，因此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作案。其二，屠龙会并没有受到重创，或者是说远没有伤及根本，因此他们还是有能力继续作案的。白医师来的时候说有两个问题要问本王，刚才算是第一个，那么第二个呢？白某思量再三，还是不问的好。白医师尽管说。那就恕白某直言了，王爷，包拯包大人此番未能官复原职，可是朝野上下杂声颇多，敢问王爷真实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个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其实有些事情也不必隐瞒白医师。当朝的洪太后非常强势，近年来对皇上也是颇多微词，那么皇上对太后有时也有些不慎言语，久而久之母子之间下隙不断，那么就有人要趁此做墙头之草，妄图其中渔利。不会的，包大人不会做欺墙之举。本王一开始也是断然不信，不过今年的元宵节我陪皇上微服私访，居然发现包拯与太后私自会面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包大人绝不会如此的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本王也不会相信的。王爷，那天还有其他人在场吗？白医师，请。柳姑娘，是你。柳姑娘，进来吧。柳姑娘，那天你是不是也在场？因为是大内侍卫领班，自然寸步不离皇上。王爷，白某现在思绪凌乱，白某告辞了。白医师保重。
五哥为何一语不发？你让我说什么呢？现在离开或许是正当时机。妹子，我不正要走吗？你心里明白就好。留步吧。绝无此事。展昭辅佐包大人多年，大人的风范和修为我再熟悉不过了，他绝不会私下和太后见面的。元宵节我查了开封府当时的记录，那个时候正是展兄你当值。不错，是我当值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刘公公。午后包大人回来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就直接回了后宅。再见到他已经是第二天了。当天伺候太后的刘公公在元宵节的第二天就被洪太后赐死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包大人去了哪里连展兄也不知了？展昭可以以性命担保，大人绝不会做什么有悖陈纲的事。大爷，行行好吧，给点吧，给点钱吧，大爷，行行好，大爷，行行好，大爷，您给点吧，给点吧，大爷，大爷，哎呦，孙大爷，您生了儿子点状元，生了女儿分好命啊！哎，是呀，大爷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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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。你这个白玉汤啊，你说我怎么就甩不掉你呢？一路上都有人给你通风报信，怎么会甩不掉我？既然来了，进来进来吧，来吧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，名震天下的丐帮帮主老蛇居然家里有家具，真是不敢让人相信呢。这个你就不懂了，天下有好多的人都是乞丐，不过乞讨的内容它不一样，有的乞讨是为了吃饭，有的乞讨金钱，有的乞讨功名，有的乞讨官吏，有的乞讨快乐，还有的呢乞讨美女。哎，你这个锦毛鼠白玉堂，你想乞讨点什么？
一个太监，一个地方。这个刘公公啊，确实叫洪太后给赐死的，这点我敢肯定。宫里面你也有人？当然，我们嘎帮乞讨的人天下都有，宫里头也有我们乞讨的人，只不过乞讨的内容它不一样。那好，我乞讨一下，刘公公这条线上还有什么可用之人？罗尔宝，李天应的师爷啊。对，就是他。那罗尔宝现在什么地方？你拿去看吧。他现在已经换了三个地方了，以后再换别的地方我再告诉你。怎么他还有一个地方？这个地方不但你想不到，我也想不到。普天之下没有乞讨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地方。这回你可要多加小心。我明白了，连你老蛇都进不去的地方，我是得好好提防。主任，名单。白玉堂。主任，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。主任，难道是让我们除掉白玉堂吗？不错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有我们五兄弟一起，还有谁能逃脱呢？你们别忘了，白玉堂不是一个人。展昭还有其他四叔都不会袖手旁观的。白玉堂再神，他也是个人呢，是吧？何必怕他呢？白玉堂，秦日中之所以全军覆没，就是因为没有除掉白玉堂。此人天分极高，悟性极强，他多活在世上一天，我们就多一分危险。除掉他。谨遵主人号令。人都到齐了。哼，齐不齐不得问你啊，你查得绝。五弟，这朝廷里可有制度，不得擅自出入青楼赌坊。越是看着脏的地方，其实越是干净。老五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越干净的地方就越是脏了？哎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哟，这么热闹。来得正好，来，请坐。这几个人是我精心挑选过的，他们中间有我无条件信任的人，也有我有条件信任的人，当然还有我不信任的人。我把他们约在一起，因为我想，诸位，今天请诸位前来是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们帮我抓一个人，罗尔宝。罗尔宝？为何是他？各种缘由，抓住他一问便知。秦日中已伏法，屠龙会一案已了结。你本是江湖上巡游四方的人士，云游四海，岂不逍遥？但又为何掺和进来呢？小弟我已经深陷泥潭，已经脱不了身了。大哥，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讲。说就说，讲就讲，还怕什么不成？当初包大人辞官还乡，我们三兄弟也心灰意冷。辞了官，本想回县空岛去，但四弟说的对，包大人对我们恩重如山，如果这个连环案不破，那包大人势必要背负办案无方的包袱，终老一生。五弟，我讲的这些你信吗？我信。好，那我把事情的经过给你说一遍。
嫁错人了，撤。罗尔宝，卢兄，你看清楚了吗？都戴着面具呢，打哪儿看清楚？听的呗。老三，以大哥的秉性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绝对不会锁定是罗尔宝。照这么说来，这个罗尔宝倒是蛮有意思的。五哥已经知道罗尔宝的下落了。自从李天应被免职以后，他们就消失了。哎，五弟，你的消息够灵通的呀。那还等什么呀？抓人去吧。三哥，人是一定要抓的。刘兄，这次要劳烦刘兄了。五弟，有话请讲。兄弟斗胆，想借柳兄的通关令牌一用。嗯，多谢。诸位，城东的许家庄甲字31号，有劳三位哥哥和柳家兄妹了。老五，你个老展不去。三位哥哥，再加上两位大内侍卫的领班，抓一个罗尔宝绰绰有余。我和展兄去一趟开封府，查一查罗尔宝当时的住处。能够带我随意进入开封府的人，也只有展兄了。那就走吧，别夜长梦多了，再让那个罗尔宝给跑了。展兄，嗯，走，去银钱巷。哎，去那儿干嘛？抓罗尔宝啊。你不是说要去开封府吗？哎呀，我要是告诉他们呢，这罗尔宝咱就抓不着了。你是说他们五个人当中会有人给罗尔宝通风报信？聪明，走吧。一共有8个保镖，为首的是金枪谢正，其余的7个人院子里有3个，房顶阁楼各一个，还有2个值夜的，估计是在睡觉。这个我寄予厚望的人居然是一个哑巴，那么卢大哥听到的这一声喊会是谁呢？又会是谁能够发出像罗尔宝这样的声音呢？刚刚出现的线索突然断了。白老五，你还有胆子回来？哎呀，老三，把我们仨支开，你去抓人，怎么着，信不过三位哥哥？老五，你真的不相信我们了？懂我的不用解释，不懂我的解释也没用。
忘了我们在陷空岛结拜了吗？白老五，以后别让老子再看见你。我的三哥徐庆他不知道我们会再见面的，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。嘘，我说师妹啊，我这个房间里很多人或明或暗都在盯着呢，你怎么偏偏选到这儿来了？盯你的人啊都在这儿呢。哎呦，你这不是找事儿吗？我要见我哥。见你哥？嗯。哎呦，只怕这可难了，你哥哥被关在了审刑院的大牢里，紧挨着大内，那里的防范措施要比刑部的天牢还要森严呢。我要见我哥，如果见不到他，我只好一死了之。你，我说师妹啊，我连我自己的死我都不怕，我还怕你死啊？既然我来了，就不怕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死。我真是后悔，我要知道你这么难缠的话，我早就逃到辽国去了。哎，一帮敌国，你跑那儿去干什么？我躲你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像你这样的熟人多了，我麻烦事儿就多了。如果到了外地，人地两生，像你这样的熟人少了，那麻烦事儿自然就少了。你说是不是？你到底帮不帮忙？再不帮忙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哎，你会不会契丹语啊？麻烦你教我几句沿街乞讨的契丹语怎么样？起码到那里，我也饿不死啊，是不是？我哪会说什么契丹话呀？你到底帮不帮忙？你真不会契丹语啊？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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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会契丹语，那我也不会契丹语，看来这辽国是去不成喽。好，我帮你。连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我为什么要答应他，我只知道一点就够了，范月婷在说谎。范月婷是会说契丹话的，因为他和范安在说话的时候，我的读唇术告诉我，他们两个用的是契丹话在交谈，一个会说契丹语的人，而石口否认会说，很有意思。而且他那么急于想见范月明，那么范月明也很有意思。一会儿啊，喝点小酒去啊。哎，站住！哟，快快，再见，快快。哎，您请。出去以后再说。我们怎么出去？出去很容易啊，不过得有一个条件。什么？你得亲我一口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般无礼？那就恕白某爱莫能助了。不行。随便。
把门打开。快想办法，快点儿！记住，你欠我一个吻。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命运便和他们绑在一起了。我还来不及去考量我这次冲动给我带来的后果，一连串的追杀便已经开始了。快，快，快点，抓住他们，快！先走，你要小心，有老师弟了。那边，快！哥，站住！哥，you
别叫我三哥，非要赶尽杀绝吗？你走吧，大哥。大哥，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的事。你要记住，我们不是朋友，从来都不是，我们是兄弟。北边有埋伏，南边走。请坐吧。为什么抓走我妹妹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妹妹不会有事的。你曾经答应过罗二宝要保护她，可是她死了。你答应过要保护李天应，可是他也死了。他们都是被你杀死的。这都要怪白玉堂，我是答应过要保护他们，可白玉堂把他们挖了出来。既然暴露了，就必须死。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追杀白玉堂。可是白玉堂还活着。太可笑了，这说明你的那些人多么的无能啊。不说这些了，你下面有什么打算？我和我妹妹的事情有必要告诉你。按约定是这样，可是你需要我的帮助。不必了，把我的妹妹还给我，我们从此两清。我要是不还呢？哼，那就只能鱼死网破了。你听好了，还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。你也听好，我已经说了。这家饭菜不错，下次带你来啊。是带范月婷吧？你吃醋的样子，我喜欢。走了吗？懂我的不用解释，不懂我的解释也没用。五哥，白玉堂还没有下落吗？主人，属下无能，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肯定是他怕了，留职大吉。白玉堂怕了，在白玉堂心里永远没有这个怕字。你怎么老是说他厉害呢？你到底是哪头的？我哪头的？我哪头的？主人心里有数，这就行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都给我住口！主人面前容不下你们放肆。
白玉堂必须死，五妖该出去活动活动了。不用他们出去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一个人也好，几个人也罢，白玉堂必须死。28星宿剩下的就按顺序走吧。遵命。真宗皇帝将太宗太祖两朝的开国功臣一共是28位，命令皇家画师将他们的画像陈列在极英殿内，这28位功臣正好应了28宿，于是这28宿就成了京城官场对某些权贵团体的总称。九贤王有九贤王的28宿，范丞相有范丞相的28宿。老蛇提醒我，自从洪太后垂帘听政以来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28宿，也就是导向洪太后的官场群体。但我惊讶地发现，屠龙会的两次连环杀人案的死者中，几乎都与洪太后的28宿有关。根据老蛇提供的情况，洪太后是一个极端自负又是极端迷信的人，她时常一个人在极英殿里一待就是待上很久很久。注意，是一个人，所以我本能地想到，尽管他的父亲洪亮江就是28宿之一，他也绝不是简单的瞻仰先辈。这些发黄了的画像里，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差不多了吧？哎，王爷，您尝尝，往这儿来。我吃了多少烤肉，就数你烤得好。列位书家，咱们就说说这个雍州王赵全吧，带兵镇守一方，何等的英雄威武啊！
算起来他还是皇上的叔叔。最近呢，这个屠龙会可又犯了一桩大案呢。这不，官府贴出来海捕文书，说是这个锦毛鼠白玉堂啊，是屠龙会的同犯。要说这个锦毛鼠白玉堂是屠龙会的同犯，我可有点不信。有的先生问了，白玉堂在你心目当中是怎么个白玉堂？我认为白玉堂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的白玉堂，他是为民除害的白玉堂，他是忠肝烈胆的白玉堂。总而言之，他是我们老百姓最欢迎最喜欢的白玉堂。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。樊先生，都安排好了？有劳几位丐帮的兄弟了。多谢。这是一路上通关文书，这是进入大雷坡的通关文牒。多谢了。哥，别怕。几位丐帮的兄弟们，此事与你们无关。哎，哥。范先生这是什么话？帮主说了，要把范先生兄妹安全送走。丐帮立邦数百年来还没有说话不算之事。范先生，快走吧，快走啊，听话，走，快走。是我的主人，那你就必须死。不畏死，奈何以死俱之。你妹妹已经走了，可以放下刀了。
你不怕是个陷阱吗？因为我相信你。为什么要去那儿？报仇。为范月亭。还有范月明、雍州王以及丐帮弟子，还有所有被屠龙会杀害的人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我代他们谢谢你。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不会回不来的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呢。其实，我知道他的心思。我很想告诉他，我和范月亭并没有什么瓜葛。但这一切结束之后，我会告诉他一切的。如果我还活着，如果他还愿意跟我走，我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所在。在传说中，没有一个不速之客能够活着离开那里的。所幸的是，丐帮和大内侍卫在那里都有卧底，我相信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会知道最后的秘密的。哼，站住！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站住！哎，别！不，哑巴！走！去！走！扫兴！来，满上啊！这个酒可是我特地从你家馆子买回来的。是吗？哎，怎么样？好喝吧。别。不管了。喝酒啊。喝酒啊。真是不错啊。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五爷有何吩咐？救我出去！你说这酒还不贵呢，是吗？快下去，井底有密道。想不到，总坛居然也有叛徒！都到齐了，难得呀、啊！白玉堂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何必闯入宫中，暗杀洪基、范父子？何必闯入军营，暗杀雍州王赵全？何必又联合屠龙会，杀害那么多的大臣？对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束手就擒吧，三法司会审，你还有说话的机会。束手就擒，就不是我白玉堂了。今天这么多的高手都在，就让我白毛大干一场，就算是死，我也死而无憾。展昭、柳青，
命令杨平。皇上龙体康复，臣子喜不自禁呐。哎，朕生病的这段日子，多亏了母后垂帘代朕理政，辛苦的是母后。是是是。哎，九王爷率众臣剿了屠龙会，缉拿了匪首白玉堂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啊。那是自然，朕肯定是要封赏的。皇上太后过誉了。嗯，这往后朝政这事儿，哀家是实在管不了了，还要交于皇上操劳。哀家就找个僻静的地方听听戏，钓钓鱼，也就知足了。太后圣明。母后，朕觉得这金明池就很好，离大内也近，母后想住哪边都可以。等明日上了朝，朕让工部的人再拨些银子，给母后重修这金明池，颐养天年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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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皇上、太后随意闲聊，臣马上去安排今晚焰火之事，臣下告退了。嗯，嗯。白玉堂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王爷一定很困惑，此刻的我应该在刑部大牢里，对吗？那么，就让在下讲一讲这第一个秘密吧。这第一个应该是李天应了，也可能是范月明，或者说，他们两个本就是一个人。一个人？那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现在看来，这两个人都是假的。五哥，请讲清楚。那就先说说李天应吧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突然消失了。这几天里，我去了一趟柳州。那个时候，开封府的李天应已经死了，范月明还在大牢里关着。那么，这个柳州的李大人，便是真正的柳州太守李天应。嘿嘿嘿，老五啊，照你这么说，开封府原来坐着那位，他应该是冒名顶替的了吧？这就要说到第二个秘密了，也就是罗尔堡。起来，说话。哎，老三。他是个哑巴，不料哑巴，他是一个哑巴。看上去这条线索彻底断了。不过，我忽然想到，这倒是未必不是一个破绽。老五，长话短说嘛。罗尔堡是开封府的主簿师爷，当然是要说话的。那么，是谁在帮他说话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李天应。李天应是一个江湖的高手，他擅长一个技能，那就是复原术。所以李天应和罗尔堡二人给大家唱了一出双簧而已。照这样看来，李天应是假的，他是屠龙会的人，
所以他被屠龙会的辽边四首所杀也是假的。那么这个李天应究竟躲到哪儿了呢？范月明。没错，范月明就是李天应，李天应就是范月明。你何时断定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呢？我去了一趟范家庄，范月明的生意做得很大，他为什么几年的时间始终不敢回家呢？因为早在几年前，真正的范月明的身份早就被人顶了包，这是第三个秘密。老五，我对你的推断有异议，范月明被调包了，那范月婷呢？你跟范月婷那么熟悉，她没调包吧？她作为妹子的，肯定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兄长是真是假，嘿嘿嘿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范月婷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个假哥哥的身份。那么范月婷为什么没有揭穿他这个哥哥的身份呢？原因是范月婷爱上了他这个假哥哥范月明，而范月明也爱上了范月婷。大家可能知道，二哥的一个辽国朋友给了我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很可怕，更可怕的是我验证了这个消息，这就是第四个秘密。当然，在被追杀的时候，你们有这样的机会。没错，当我给范月明疗伤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的胸前有一个狼头的纹身。狼头纹身是辽国北院大王世代相传的家族图腾。这个范月明，其实他是一个辽国人，他有一个契丹的名字，叫耶律沙。他的汉人名字叫秦日忠。耶律沙是真正屠龙会的大首领，那么他为什么处心积虑的要潜伏在东京城，制造一起又一起的连环谋杀案呢？刘大哥，我可以说吗？说到不可说之处，我自会阻止你。明白。屠龙会是辽国皇族的秘密组织，世代以暗杀皇室与朝中的大臣为目标。这次的屠龙会跟朝中的一位大臣有了联系，而这位大臣跟屠龙会勾结一处，目的是二十八宿。二十八宿不就是一个特定所指吗？没错，几乎朝廷每一位大臣都有自己的二十八宿，说白了就是自己的党羽。不过屠龙会所要斩除的这二十八宿是……五弟，莫要再说了。四位哥哥，展兄，你们先到外面休息一下，这第五个秘密你们还是不知道为好。得罪了。这又何必呢？他们全都是参与者。他们是参与者，不过是无辜的参与者。这个你早就看出来了。如果他们没有包大人和皇上的亲口吩咐，是断然不会听命于他人。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直接受命于皇上的柳家兄妹也成了你的下属。这样一来我就明白了，王爷您一定是拿到了皇上的旨意。可是王爷，皇上命你暗中铲除洪太后的二十八宿，你真的是严格的按照旨意行事的吗？大胆白玉堂，你明知道本王是奉旨行事，又为何一再破坏呢？因为王爷您变卦了，或者是说篡改了旨意，这一点想必是柳家兄妹已经慢慢的意识到了。正因为有了怀疑，所以他们兄妹二人才在那一次的集英殿里放过了我。等等，这里没有人，我们走。我们兄妹所言所行一心只为皇上，绝不会偏私。当今帝后之争愈演愈烈，
皇上有碍于大宋以孝治国的传统，不忍与太后反目成仇，于是便密召了王爷，让王爷暗中铲除洪太后的28宿。王爷您慨然应允了。此后皇上谎称有病，太后垂帘听政，朝中的所有的大臣一时之间就倒向了太后，这样就彻底的暴露了太后身边的党羽，也正好给王爷您一个明细的暗杀名单。哼，这些朝秦暮楚之徒只知道蓬荜为奸，结党营私，又怎么能在朝中安享国家俸禄，死有余辜耳。王爷奉旨行事，一时之间血迷东京，刚被扑灭，转瞬间又血光再起，当然这是皇上密旨的意思。不过很快的，王爷的心思就变了，这是您第六个秘密。鲁弟，不要再说了。刘大哥，这个秘密涉及到皇室，能不能说还需要外面的人来定。就让他说吧。包大人。包大人，你何以看破？太祖太宗胸中地疾，烛光府尹成了谜案。王爷是太祖爷的嫡系血脉，夺回太祖爷首创的400军州是王爷的心中夙愿，于是王爷您便勾结了辽国的屠龙会，你想利用屠龙会的势力将太宗一系皇室宗亲一网打尽，这样一来王爷要铲除的就不再是洪太后的28宿，而是太宗皇帝的28宿。樊月明告诉你的？是王爷您告诉我的。白某是一个爱听书的人，没有想到王爷您也是。王爷的那个表情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。王爷的野心通过雍州王一案也能看得出来，我在金鹰殿里得到了28宿的名单，上面并没有雍州王的名字。王爷您为什么要杀他？原因是雍州王是皇上的亲叔叔，是唯一一个可以带兵在外的王爷，不除掉他，王爷心有不甘。斩兄也得到了指示，务必要保护好雍州王的安全。送羊腿的，我曾乔装试探过，相信有众多铁甲军和斩兄的贴身保护，只要雍州王不出军营，应该万无一失。王爷，王爷，肉好了。五弟，我想这个指示是出自包大人之手。再说说范月明吧，他与王爷勾结一处，王爷提出的条件他都做到了，但是他提出的条件王爷是万万不能答应的。那是自然，石敬瑭之流岂是我太祖子孙的榜样。范月明看出王爷是不会答应的，他一面无法向辽国交代，一面又陷入了情网，舍不得范月听，于是就金盆洗手，求我和老蛇安排他们两个到大理国避难。可是没有想到他们两个还是被燕山五妖给杀害了。王图霸业笑谈中，不胜人生一场醉。王爷，难道你真的没有看出皇上因何对你下了针对太后的懿旨吗？鲁弟，这些人是不想让在下继续说下去了。皇上太后驾到。哎呀，叩见皇上太后。都平身吧。谢皇上太后。母后请。哎呀，都坐下吧。谢皇上太后。白玉堂，朕刚才听了你的话，既然真正的秘密已经被你看破，就说给九王爷听吧。母后，不知可否。你是皇上，当然由你说了算。好，白玉堂，
讲。草民遵旨。在东京城内又一次弥漫着血光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陈亮给柳燕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了一个九字。陈亮作为卧底，已经意识到王爷在篡改密旨了，于是就提醒柳家兄妹多加提防。我猜测不光是这个意思，陈亮是范月明的仆人，他听到了范月明和王爷的密谋，九九重阳节在这金明池的水心殿里，皇上和太后要密召所有的皇室宗亲前来欣赏宴会，今天正是九九重阳节。王爷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你在这水心殿的地宫里布满了火药。我当时在密道里发现墙的两壁有渗出的水珠，我当时就知道这个密道就在金明池的下面。巧合的是，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大内侍卫的卧底给了我一个蜡丸，上面写着地宫里布满了火药，不知何用。在乱坟岗抓我的时候，其实才刚刚开始，王爷以为大功告成就在旦夕之间，可是你忘了还有包大人在，于是才有了乱坟岗的那场争斗。拿我！那场争斗其实是我们大家给王爷您演了一出戏，没想到王爷您果然被蒙骗了，于是王爷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最后的计划。皇上太后随意闲聊，臣马上去安排今晚宴会之事，臣下告退了。九王爷，白玉堂所说的你可认同？事已至此，不过是成王败寇而已。白玉堂，你既然知道谜底还未全部揭开，不如就直说了吧，让九王爷明白得清清楚楚。既然如此，请恕草民直言了。王爷，其实皇上对你一直存有戒心，草民猜想某一天，也就是草民去过的吉英殿里，皇上太后及包大人有过一次谈话，王爷以贤王闻名于世，不得不说功高震主，于是皇上和太后以及包大人相约设了一计，所以王爷和皇上便看到了太后和包大人密会的场面，所以皇上便对包大人失去了信任，所以皇上便密诏王爷暗中铲除洪太后二十八宿，所以展昭和三位哥哥以及柳家兄妹听命于王爷的安排。王爷，殊不知母子同心自古而然，太后和皇上母慈子孝，所谓的帝后之争无非是做给你看的。想不到陪我一块儿去的还有你啊。看破帝王的家事有此结局也不意外。时辰就要到了，
焰火漫天之际，就是你我归天之时。白玉堂，你就不害怕？难道平生就没有什么憾事？我曾经答应一个女子，等到事情完了之后，我带她到江南去，打鱼种田。可惜，只能来生了。想不到刚直磊落的白玉堂，也有风流债。人不风流枉少年嘛。圣旨到。着九王爷白玉堂接旨。一个将死的王爷就没必要站起来了吧。公公请说吧。皇上口谕，太后懿旨，着九王爷代皇上太后观礼焰火，与民同乐。着白玉堂即刻赶往开封府，包大人另有密旨，钦此。五哥。柳师妹。走，怎么也不带上我。走。走。冷看琉璃高窗，是故悲凉，下一任青春血流淌，此心无望。Thank you.